你觉得我们在哪里？停一停，看一看，猜一猜。对了，我们就是在一个 farm， 叫做 Fresh Farm to You。我们会在这里看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。你有没有看过平常吃的蔬菜水果？当然看过啦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怎样种植吗？没有，你肯定没有。如果你有看过，在下面留言；如果没有看过，哎，我带你们去看。我们这样子应该是叫 Information Garden 啊。来，这个怎么来的？你动看，一种应该是一种 grape 吧，应该是。还有叫你怎样吃啊？吃啊，吃！天哪，吃！想吃啊，毛格丽，直接吃啊，很酸呢，很酸。你知道它的 alkaline 高吗？这个 moon cake 那时候才吃的。啊，下那个叫什么？不要跟他们讲，不要跟他们讲。我看叶子，我懂什么来了？哎，你们猜到吗？有，看到有不了，有没有人猜到？芒果，有没有人猜到？哈密瓜，不是。来，谁猜到这个是什么水果？月饼。是，中秋节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的。柚子，那叫做那什么来的？这个不是给谁猜的？pineapple， 哇，你看，哇，红色的嘞，红色的 pineapple 很特别。还没有生出来噻，就变小小个的 baby 了。你看这边的有果了，有一个果子。如果这边呢不是红色，就是白色肉喽，这个是红肉来的。红它的边，是好像如果有红浆，就是它是红色的肉。啊，红肉。什么是火龙果？Dragon fruit。来，你们闻一下，快点，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好可爱哦。什么来的？苦瓜。哇！哦，这是坑。如果那毛干了，就可以了，可以采哦。啊。这个，如果你们叫你们妈妈煲汤，很好的。嗯。也可以做那个，连那个芭比 doll 她头发。啊，芭比的头发。如果那个这边矿啊，不是 purple color 的，青的是那个日本番薯。如果是不开，你没有通过，这个就是 sweet potato 了。有味道吗？什么味道？对，你看上面。如果你们不知道它味道呢，你就看上面有什么果嘞。哦，番石榴。番石榴，你的头啦。红毛榴莲啦。来采 corn， 来看 corn 是这样采。哇！你看它的叶子干了啊，就可以吃。刚才你们毛毛的。就不可以。不可以吃。我可以拌了吗？甜吗？可以试试拌吗？可以啊，fresh 很好吃，很好吃的。甜吗？这种才叫好料吗？我这。啊。哦。Twist it。哦。The whole thing twist it。啊，好，可以搞。发它。啊。丰收。大丰收啊！耶！这是我们的玉米、啊，采矿喽。英文叫做矿。这个什么树？有看到没有？有闻到没有？有看到什么果没有？看清楚啊！看清楚啊！什么果？好像是苦star fruit。对的 ，star fruit。星星的看了。有果了，你看什么来的？什么树 ？Apple。哇，很可爱耶。不是，这个是马尼菜，板面啊，就板面他们吃啊，马尼菜他们拉，你们吃了是这样子，他们拉了叶子，然后放在汤里面。那每人吃板面啦，每人吃板面那个菜哪里来的？就是这些咯，板面的菜。哇，真的？叫什么？叫马尼菜，马尼菜。这个看什么来着？看到没有？有果没有？那果你要什么果没有？你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哦，辣椒 ！Oh my god， 这个辣椒。辣椒是这样子种的，下面有红色的。啊，不是在哪里有红色？这里有一个红色的。哦，看到了，红色也有。金雀的花，你看还有这个颜色。那的人讲是 apple， 以前我们是叫我们有一个字叫什么？这个什么？吉古啊？对。
他们不会吗？他们知道什么是 apple 吗？啊，马来西亚的 apple 啦。你看，这是吉古。如果你吉古你倒反来，估计，要不然就变成金箍棒。OK， 这个是你看到这个果吗？是罗纳果，这个台湾罗纳，好像榴莲这样子。这个是甜的。罗纳果。罗纳果，还是这个的啊？哦。还是那个皮皮出来的，很好的。OK OK。看到吗？老婆，老婆，啊，行。老婆，大萝卜，大萝卜，嘿呦嘿呦，大萝卜。不要打了 ，Rosel juice 很好喝，你看 Rosel。糖，是不是拿来做那个 Ribena 的？啊，咋子？对。OK， 冷几本，你看。哈，剪掉外面。哇！没有东西的，会咬的。是这样剪的啊，真的不会咬人的，很难剪的。对啊，对。哇，看，哦，不是，是这里 OK。像 Rabina 嘞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 homemade 的 Rabina。哎，我可以切吗 ？Rabina， 你们有看过吗？嗯。这 Rabina 像你。本。先。我把这放进。啊 ，Energy Power， 哈，咦。OK， 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来一个挑战哈，我们将会去挖那个叫什么 sweet potato， 我们会分成两组哈 ，boy 的一组 ，girl 的一组，一分钟里面谁挖的番薯的重量比较重的话，就是赢家。赢的话呢，等下午餐可以吃鸡腿；输的话呢，午餐只能吃菜。OK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Let's go。Yeah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我们一分钟计时开始。拿到一个了。Oh my god， 我手。快点，放弃纸袋那边，纸袋准备好好，纸袋开大大，准备好好。那个你要除掉，你要除掉。不用除先呐、啊，等一下才除就可以的。纸袋开大大，不会吧？慢慢挖。哇，大哥，快点切，快点走。哦，大哥，哦 ，Oh my God！ It's not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啊！喂 ，Jude， 应该是的吧 ？Hurry, hurry, hurry, hurry! Take the big one， 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出去帮忙，帮忙，那边还有一粒，还有一粒。Oh my God！ 手脏，不要怕，不要怕肮脏。不要怕肮脏，你们怕肮脏就输了。爸，快点！得得了！没有的话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有吗？快点！再挖挖挖！挖的，应该没有。啊，挖快点！喂喂喂，快点去挖！一分钟了哦，慢点快。OK， 再来加多一分钟。加多一分钟，给你们加十块。加多一分钟啊！哦 ，AK 啊！再加十块。Dig， 你妈哪个 ？Dig 进去 ，Dig 进去 ，Dig 进去 ，Dig in， 旁边，旁边，旁边，哥，这样旁边进来挖，你们好像挖深一点，挖深一点，进来挖，挖深一点，挖深一点，有吗？没有，没这边没有，就快点挖另外一边。有吗？有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放进去。哥有吗？哥？这边这边还没有挖，这边还没有挖。你？就 hurry hurry hurry。Yes， 好那边。误会没有，不要一直挖那个，来挖那边。有吗？哎呦。OK， time's up。我们现在要回去看谁挖的比较多。赢了啊！你看我们才一只。哈哈哈哈哈！才一只啊！我大哥，哎呦，才一只啊！耶，刚这样多。
出钱最大力。我们来称一下男子组的番薯有多重。七百，大概740 gram。OK， 现在到女子组称他们的唯一的一粒番薯。哎呦，才不到100 gram 哦。而今天呢，赢的是男子组。OK， 我们的 farm 的活动已经完成了。如果你有兴趣来这个 farm， 这个 farm 叫做 Fresh Farm to You。我会把有关的资料放在下面。接着我们就要去吃午餐，午餐后我就要去鸵鸟园。OK， 等一下见。哦，鸡蛋，去哪？去哪？我要去哪？哎，不要抢啊，不要抢啊！来，哪一粒？来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你刚去买大把，你在这边。